要说这个醉酒啊，我还认识一个人，这人喝酒厉害。嗯，那天喝了三斤二锅头，哎呦，喝醉了，迷迷糊糊的，他到了女厕所去了，往那儿一蹲。这时候呢，他隔壁有一个女子，也在小便，他听见呢，一听，他说话了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说不喝了，怎么又有人倒酒啊？啊，他这么一说，隔壁那小姐呀，腾的一下就紧张了，一紧张，砰，放了一个响屁，他说话了，哎呀。怎么又开一瓶啊？啊，说不开了，谁开谁喝。